他很细心而且很有耐心的了解我的状况之后呢，他慢慢的量身帮我规划了一个还款的计划。他了解过我的实际状况之后，完全解决我的一些私人的问题。万物皆涨，唯独薪资没涨。面对经济压力负担，相信有很多人需靠贷款度日，但要怎么安心贷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曾有手头紧需要周转的经历吗？你曾被债务追着跑而感到恐慌过吗？今天节目要来介绍一间实际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贷款规划公司，站在客户的角度深入了解其债务问题，再以多年的贷款经验提供解决资金的方案。专业的团队不仅只是提供咨询服务，更重要的是与客户同一阵线。你的贷款路上一路有我，这才是团队的企业使命。他不仅将我的债务做一个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我的资产也得以做到一个有效的运用。现在呢，每个月的薪水呢，扣掉了该还的金额之后呢，还有一些剩余的金额可以让我可能去增广见闻啊，或者是投资自己，这是我以前都不敢想的事情。贷款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诈骗，那我觉得可以透过行销的力量来去让大家知道说，贷款其实是一个人生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怎么去避免贷款诈骗这个正确的观念。想要给客户更好的服务之前，绝对是要先强大自己的力量，除了有完善的内部系统之外，还运用 AI 大数据落实金融科技，以达到保障客户资料、提升客户过件率的目标。在规划师的教育训练上更是严格，需要经过层层考试才有资格成为规划师，为每一位有需求的客户服务。除了一开始会有一些金融的知识之外，那公司也会请业界有名的老师来上课，公司更会提供一些活动来让大家凝聚公司的向心力。我们更注重我们贷款规划师的专业度，因此除了内部训练以外，我们更定期的寻求外面的专业的人士，例如说像行内的资深经理、不动产的相关专业人士，以及我们家自己的地震室，来去做一个课程的训练。因为我们相信说我们要够专业，我们才有办法给客户最好的。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客人，他的车子他就等于是被民间的骗了，然后可能人家要帮他申办车贷，申办期间其实我们会先知道他的条件，我们有不断的去跟就是客人做协调，然后询问他进度，然后有关心他，所以客人也顺利的把车子这件事情就是在民间那边做解决，然后财产可以拿回来。曾经有一个客户，他30多岁，男生，他就是在一般制造业当作业员。他会找上我们，主要是就是因为说他目前的银行信贷还有信用卡卡询负债比太高。那他会借那么多钱，是因为他阿姨生病，那主要就是在医疗方面，他真的已经帮阿姨花了很多的钱，那一直也去跟银行贷款。找上我们之后，我们了解过他的状况，帮他整合债务，整合成一笔。对，那现在让他一个月的月付大概只有到5000多块，所以他压力减轻的非常多。创立公司的原因很简单，曾被骗过，曾缺钱过，在感同身受的冲动下成立了，所以在服务客户的态度上永远保持第一位，因为公司就是想要帮助不懂贷款、不懂理债的借款人找到一条无债道路，更希望可以适时的伸出援手，成为他们的靠山。始终站在客户立场的专业团队，以诚信、用心的态度来服务每一位客户，颠覆金融借贷的刻板印象，深获客户对他们的信赖，愿意把财务问题交给他们来处理，替您减轻财务负担，开创美好人生。其实贷款文化跟其他的产业一样，我们都是必须要不断的创新以及做技术的进步。像现在人工智慧已经成趋势了，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利用人工智慧与贷款来做一个金融科技的结合，
让我们的客户可以透过我们的人工智慧的工具来去做到一个线上贷款的一个规划的服务。你的困难我理解，他们成功核贷了，相信我，你可以。你的贷款路上，我陪你。我有恒心，帮你逆转人生。